德甲美因茨 VS 斯图加特时间8-2 6-2 1-3主队美因茨上赛季表现一般，尤其是赛季前半段靠最后的七轮好的表现才惊险保级成功。休赛期球队大换血，主力迪亚洛、塞尔达尔、乌腾加季离队，引入了比亚凯特、阿隆马丁、昆德、马特塔等球员，整体上来看球队的实力并无增加，反而略有下降。球队休赛期共打了8场热身赛，4胜3平1负，表现还算不错。上场德国杯也是客场取胜，近期状态不错。但本场阵容方面，主力后卫哈克、门将、后腰拉赫、前锋贝格格林都因伤缺席，本场用人方面比较紧张。利好消息是美因茨近5次面对斯图加特3胜1平1负，占据较大心理优势。客队斯特加特是上赛季的升班马，但表现相当不错，最后排在德甲第7位。休赛期球队针对后防线及锋线进行了补充，整体阵容更加年轻，实力也是比上赛季有所提升。休赛期球队打了10场热身赛，6胜3平1负，状态不错，但上场德国杯爆冷输给德丙球队，较为打击士气。初指给出平手美因茨高水，现在依然保持平手，但美因茨水位降位中高水位，美因茨近况更好。本场还是主场作战，过往交手也占优的情况下，初指却只是平手，略有偏浅，走势美因茨水位降低至中高水，无法阻上，入手更加无门槛，热度难控制。同时欧指方面主胜有不小提升，甚至高出客胜，而平局有所整体下降。综合来看，本场主胜较难打出，偏向客队不败。回到基本面，美因茨阵容本场不齐，而斯图加特虽上场爆冷输球，但此前热身赛表现可圈可点，本赛季阵容实力有提升的情况下，客场还是可以一战。净足让步压止斯图加特加0比分参考比1-0-1，更多讨论请私信或留言。